我现在走的是这边这条路，然后那边那个岔路我不确定去哪，先走这条路，顺着往前走。这边有个魂，我们收集一下。这其实有个小技巧，可以先喝一口，然后再收，它能把那葫芦填一补。这么多箱子，哦，没有埋伏，好爽，得了一个黄葫芦，得了一个单装。金吻兽，来了，看一下这葫芦啊。饮酒后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增加火耐性，且不容受熔岩地板照明的焚烧。这个一会儿估计能用得到。先装备上。先装备上。既然有，它肯定。什么玩意儿？背对光的还是正对光？好像是背对光。哎呦我操！掉的真高。哎，正对我呢！继续加暴击，他这个加点暴击是每一点加1%的暴击，然后攻击力是每一点加2攻击力。以目前的这个伤害来讲的话，是加伤害，先加伤害，然后再加暴击，收益比较高。哦，这个是个岔路。啊。哦，那这个是岔路，那就是那边那个是主路。因为刚才我看那个地方，它应该是下去就上不来了，就是它是个单向的，这边就是个岔路。刚才躲在这个暗处的这个女的，之前在那个 CG 里边出现过。是那姐妹里边的其中一个，就是那几个姐妹，好像是三姐。
生命危急时，大大增加生命恢复量。挺好。我找一下啊，看看那个位置。刚才应该是从这儿这么过来。刷怪了，刚才我是走的这个，来的正好，拿你练练。怪怪的，小卡拉米之前就打过来了，那个就下了。游戏里边这敌人的视力都不是很好，基本上都可以打先手，然后这下来之后是，我看这边有路，这边有路，现在是三条路，我们先走，我们先往回。这又是一个岔路，我们先走右边。先往左边走，现在是岔中岔。那个是被攻击的，所以说刚才实际上拿完那个东西应该从这边下来，还得从这个倒吊这个地方再回去。这边这个再看，右侧的这个岔中岔来看。小声些，我让主他妈睡觉。看到我，他会先发呆。前面是个精英，前面这个像是个蝎子怪啊，这个应该不太好对付。
先把血供满。哎，还有没有别的怪？没有，就他这。确定他是领导，我确定是他。变身的时候不能洗。外面还有路。金丹吗？不是，刚才那两条路我就没有走。一群老不死的，符还挺厉害。这么快就能上蹦下跳了，若不想惹祸上身，这里的事你最好少管，趁早追上那只猪要紧。刚才是我从那个边过来的，是吧？然后顺着那个，顺着这个这条路的话，应该也可以上了。现在就是不确定这条岔路是往哪通，再往前走。他们如果都是通的话，那我就不往回看了。
下面这条道有可能是走这个方向，它走下面这个。歇息片刻，获得一点技能点。续加暴击，现在暴击应该是九了吧？九，这个怪没了吗？把这个就拿了，下面太多东西。这个怪估计，哎呀，这是两个白虎是吧？材料，这边过不去。应该从这儿跳去。哇，这里边应该是 BOSS 战吗？这个应该是个大体型，瞅这个样应该是个大体型的。啊，原来是你。
这个阶段是招那个小虫子，这个时候应该是跑。这个 boss 在之前那个实机演示里边出现过，还有一个阶段是满地出小虫子。 可惜啊，没有一把过呀！百足虫，哎呦，这我带上玩一玩，看着挺有意思。 我们是从那个上面下来的，是吧？咱往那方向走，我喝口水。前阵子阳了，我现在那个嗓子还是有点不舒服，再复活吧。 我又怕前面的那个，我怕前面要是有强敌的话，会连着压你。哎，那个 BOSS 他那个出场挺帅的。那我现在那个那条岔路我还是没走，我还是不知道那条岔路有没有走，一会儿再有那个。
这么厚吗？这个还有远距离，是吧？旁边有点复杂。这边又有符了，这个符是应不应该接呢？希望这个不会影响到结局。然后我现在去那个岔路，看一下这个岔路是什么。忠诚。还是这个，看一下，这边是主路。哎，那边有个冒紫光的。是吧？前面。来的正好，那你练练。我从这个位置下来。就是这种，我感觉我这个方向感还挺好的，不需要动。太跟了。这边也有一个传送点，记录点。
这个是中间的一个记录。哎，他又可以炮制一个炮制，这个念这个念炮啊，念炮。每饮一口，恢复当前上限两成四分的生命。当生命危机时，大大增加恢复量。无伤状态，这个应该是配合那些无伤增加伤害的。定身那边是点了点的，所以说定身时间长。啊，这就明白了，两条路可以到这个 boss 这儿，然后这边这个路的话，可能要错过一个那个山顶的那个符，所以这么看来，那个符它有可能不是 B 阶的，只是我目前到目前为止，两条路都可以到那个 boss 这儿。然后我们再传上到后面，因为我现在这个是固件，然后我也没有，所以现在有些东西对我来讲是未知。这地方能下去吗？可以。先走吧。这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说不了。这是个可以互动的。哦。我操！帽子。听他要干什么？
路，我帮你铺好了。救人易，救己难，后面咱们就各凭本事吧。 臭猴子，你说这山岭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？我想娶她做老婆，有没有跟我有一样想法？ 他一直这样帮我，搞得人家好心动。金丹，太乙紫金丹，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漏掉金丹了。前面有的地图看的不是特别细。 金丹到现在应该捡的不全。第三章和第四章到目前为止应该捡的还算比较全，因为搜的比较细。头两张玩的比较全。往这个方向走，两条路，这个肯定是主路，这边是岔路。 应该是这样，要不然就是两条路，后边一条。哎，这个也是下去就上不来了。嗯。 那边是到个村子，看一下啊。这边是往那个洞里边，我们先走这边吧。我看这边更诱人一点。哦，他这个应该能回去。哎呦，这个桥。 这个蛇怪直接就在他脸上续一个就行，反正他起身的时候他是无敌，被打到。哎呦，这一段可不好过呀！ 还是那探索还是要大一点，关键时刻有大一点。小甲虫，挺肉啊你！ 习惯打背，暴击点满。
感觉这边，哎，我出来了，就是，就洞外了。这个怪得给他干掉，定身还没好，把那个虫子断了。那个虫子是挺搞笑，但是不太行。我就在头上打，还被我打。啊，我没好啊，进去弄半天。这又是岔路啊，这边也有怪。那个怪咱就不打，在那墙角上就自己待着。蝎子，把主线是往这边引走了。回一下，哎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一会儿还要往回跑，我先不回了，回的话怪全刷。我们上面看一下蝎子那个位置。呀呵。定身，然后套绑完之后接个二段的棍子，应该也能开起来。这个没有之前打的那个精英敌人强。
是那条路。弹药，这是被跳下去的，被跳下去。这边又有一个符，就是可以下去。看一下啊。下去的话就是回到那个细长的桥了。啊，这样我就会回来了，是吧？这个地方下去是可以上来的，从这个地方可以上来的。这回我们走这边，因为那边那个记录点我已经开了，现在就捋顺了。我们就看看前面那个村子里。是三姐姐，你成亲，这么着急做什么？叫你编排我，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这小蹄子。好姐姐，就饶了我吧。来了来了，新郎官来了。我来迟了，妹妹们久等。我当母亲日思夜想的是个什么俊俏郎君，怎么生了这般憨丑？嘴脸是有瞎子，不过母亲喜欢就好。丑是丑。听说以前倒还有些本事，为了抓他，母亲的家传宝贝都用上，可是费了姥姥劲儿了。二姐姐真是勤谨啊，捉到好东西，也不先让妹妹们尝尝。妹妹好大的气性，母亲心心念念要嫁的人，少根指头，咱们都没好果子吃。嫁了她又有什么用？我们还不是一辈子守在这鬼地方，连你也不消停，想看就去前头看。我说妹妹们，这还没开始行礼，你们就急着要闹喜堂了。嗨，不过是母亲修炼用的精元，我们呢别操那没用的心。姐姐，人我就交给你，一路辛苦了。姐姐，母亲是老糊涂了，妹妹们又不晓得事，
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？你就当心疼心疼母亲，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尽一次本分。我何尝不心疼她？她数十年的病根一直好不了，正是拜着纯露所赐。不恨就罢了，还这般作践自己，我是咽不下去。有些事情不看对错美丑，更不论强弱输赢，都是机缘巧现编织的宿命。姐姐，你我当时都未出生，不曾见母亲用过的情，自然也参不透她今日的痴心。世伯那边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借来的福分，能多享一日，也是好的。你，随我来。前面便是母亲的兰房了，这里有几句话要叮嘱你。母亲平日里都是好的，唯有吃饭时只爱独享，千万别去沾惹她。还有，别细看她的脸，尤其是眼睛。姐姐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我的话，你可要细细记住了。快去，别误了时辰。哥哥，你让青山当的苦啊。天上果然不是人过的日子，能回来就好。姑娘们，排宴。